小兰。 现在正是上清寺巡逻的时间，他该不会……韩烨，九明大人，今日是否有抓到金贵？没有，今日未。我知道了。 这九明匆匆忙忙的所为何事啊？属下也不知。他询问是否有金贵被抓捕后，就匆匆离去了。灵芝被捕那一夜，九明动没动过藏药箱？那夜殿下走后，他曾回过藏药阁。什么人？ 九明大人，大人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在这里啊？赏银忘拿了。属下记得，他似乎在藏药阁待了许久。派人盯着百草堂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即刻上报给我。是，属下这就安排。 快把我松开！住口！乌头就算了，还老乌头！你礼貌吗你？小破草，我可告诉你，你跟那个野男人私逃出结界的事情，深长老已经知道了。我可是奉命将你拿回来的。野男人，我看你呀，就是嫉妒我把那呆郎中给抢走了，想报复我。我一会儿就告诉长老听。哦吼，那太好了，你赶紧去告诉他。 正好这深长老呢，也有一桩美事，要告诉你。什么美事啊？你既已成人多日，按照规矩来说呢，也该婚配了。我跟深长老商议过了，将你许配给黄芪，即刻成婚。鼓掌。黄芪，来。长老，板蓝根我已寻回，另外。 我还在北冥山布了线索，那个郎中看到后，定会寻到我们草药寨来的。好，既然他能够破了结界，那就让我看看，他究竟有什么本事。是。 小兰，我在这儿。九神医，你终于来了。小兰，我来救你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。 怎么了？幸好你及时来救我，因为我想嫁的人只有你。疼死我了！不疼。假的。你弄疼人家了。你不是小兰。 不是又如何？他板蓝根能给你的，我都能给你。
你把小兰怎么样了？按照我们草药寨的规矩，她将于今日正午之时嫁给黄吉，现在已日上三竿，你若是想抢亲的话，怕是来不及了。九神医，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长老，我不要跟他结婚，我不喜欢黄芪。你看他那样，我不喜欢他。小兰，不要再闹了，你自幼六根不全，不可离开姐姐呀。我也不想一辈子都在这儿，我要跟灵芝姐姐一样。住口！来人，把他的嘴堵上。小兰，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，你终于嫁给了我。兰，我也爱你。我也同意。好，吉时已到，黄芪、板蓝根，你们自幼相伴，共沐天禄天光。我今日便做主，为你们赐婚。九神医，这个小兰与黄芪一旦礼成，你们的灵配关系自然会解除。到时候呢，你从了我，岂不两全其美？你若愿意呢，我帮你此生荣华富贵，好不好？还请姑娘自重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救生衣，救生衣，你回来，你回，臭男人！小兰，你要干什么呀你？这是有人要抢婚呢！抢婚的吧？是啊，这还得了？真是太不像话了！这让我们草药寨的面子往哪儿去呀？成何体统？要我这干什么？哎呦！退后，快退后！长老。大人在上，小神失礼了。这招招，大人，九弟，情劫难渡。玉虎只能帮你至此。